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有好的刀工，少不了一把锋利的厨刀。今天我们就来盘点 Costco 那些高颜值又好用的厨刀。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啦。在介绍产品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常见的厨刀分类。西式厨刀是美国最常见的厨刀，除了不适合砍骨，其余的切肉切菜都很方便，选择7到8寸大小比较合适。三德刀，日式厨刀，切肉切菜也非常顺手，不习惯西式厨刀刀刃弧度的小伙伴可以选择三德刀作为主厨刀，6至7寸大小最为合适。面包刀，刀刃长平且有锯齿，很适合用来切割一些表皮较硬的食物，如法式面包、番茄等。片肉刀，刀刃形状较长且窄，适合用于将肉类切片，日本厨师用来切生鱼片的刀也属于片肉刀。剔骨刀，片鱼刀，刀身长且窄，灵活易取，适合用来分离骨肉和肉皮等。修边刀，用来修正食物边缘，去肉皮效果不错。斩骨刀，刀身较宽厚，可以用来砍骨头。日式切菜刀，跟斩骨刀类似，但刀身是较窄较薄的长方形。中式厨师刀是我们中国人最常用的刀，外形与日式切菜刀和斩骨刀比较类似。小刀，用于日常削水果皮等，除了普通小刀还有鹰嘴小刀。工具刀，比小刀大但比厨刀小，用于一般切割的用途。磨刀工具、厨刀配件用于日常维护刀具。知道了这些分类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精准地选择厨刀啦。双立人18件套刀具套组，产地德国。德国双立人品牌历史悠久，名声响亮，双刃标志早已成为大多数眼中高品质刀具的保证。这件经典18件套装包括2.75英寸削皮刀、2.75英寸鹰嘴小刀、4英寸小刀、5英寸锯齿工具刀、5英寸三德刀、8英寸面包刀、8英寸厨师刀和厨房剪刀、8件套4.5英寸牛排刀、磨刀器以及实木刀架，完全可以满足多人用餐和日常备餐需求。这系列的刀是用双立人采用特殊配方的高碳不锈钢结合冰锻技术制作的冲压刀，刀身轻但不影响锋利度，全龙骨结构，经典的三铆钉手柄设计。单立人10件套刀具套组，产地泰国。单立人是双立人和中国合资的品牌，专门生产亚洲厨具，所以刀片不像双立人那样长和尖，更适合亚洲家庭使用。作为双立人的子品牌，单立人一直以性价比著称。这套刀具包括8英寸主厨刀、8英寸面包刀、6英寸切片刀、5英寸三德刀、5.5英寸工具刀、4英寸和3英寸削皮刀、磨刀棒、剪刀以及木质刀架。这款没有配备牛排刀，如果家里人不常吃西餐的话，选择这件套组会更合适哦。苍山17件套刀具套组，产地中国。苍山是咱们中国的牌子，也是近两年才在 Costco 出现的。它采用德国全进口的不锈钢制造，纯手工制作，刀钢经过超精密6阶段热处理，锋利度和平衡性都不错，切东西细致精准。独特专利设计的人体工程学手柄，把握舒适，不费力，可以选择奶白色手柄，颜值超高，可以说看起来赏心，用起来称心。这套刀具包括8英寸主厨刀、8英寸面包刀、7英寸三德刀、6英寸切骨刀、5英寸奶酪刀、3.5英寸和2.75英寸的削皮刀、6把牛排刀、磨刀棒、剪刀以及核桃木色刀架。厨刀完全满足入门级烹饪需求，
配备的六把牛排刀也可以满足小家庭聚会使用。苍山 S1 系列两件套斩骨刀套组，产地中国，斩排骨、剁枕鸡、切鱼头等最好使用专业的斩骨刀。这一组斩骨刀同样来自苍山，与普通笨重的斩骨刀不同，这款 S1 系列较为轻巧而坚固，与上面的套组一样，采用的也是德国全进口不锈钢纯手工制造，所以质量上完全不用担心。这一套里面还有两把7英寸的斩骨刀，一把上面带洞眼，刀背略弯曲的是切肉刀，而另一把是专门切蔬菜的斩骨刀，更像中式厨刀。普通切菜、备菜使用很趁手，唯一的小缺点是，这套刀具不配备收纳工具。如果想要收纳更方便，需要额外入手收纳瓷板或刀架。Scandia 14件套刀组，产地中国。说到 Scandia，可能小伙伴们更熟悉的是他们家的高颜值餐具，然而他们家的刀具也是采用德国进口不锈钢制造，和餐具一样出色。这款套组包括8英寸主厨刀、8英寸切片刀、5.5英寸三德刀、5英寸多功能刀、3.5英寸削皮刀、3英寸鹰嘴小刀和6把牛排刀、磨刀棒以及木质刀架。它最大的亮点是它的木质手柄，与普通的树脂或钢制手柄不同，这套刀具采用的碳化相思木，碳化木区别于防腐木，它是在不含任何防腐剂条件下用高温对木材进行铜制化碳处理的过程。原理是将木材的有效营养成分碳化，通过切断腐朽菌生存的营养链来达到防腐的目的，所以碳化木不含有任何有害物质，使用寿命也更长，小伙伴们可以安心的选择购买。 Skimmit Brothers 壁挂式五件套刀具，产地中国。这款壁挂式五件套刀具包括8英寸主厨刀、8.5英寸面包刀、6英寸双刃工具刀以及5英寸普通工具刀，专为酒水吧打造，磁铁悬挂设计，美观大方，一目了然，拿取十分方便，适合冷餐或者简餐使用。其中6英寸的双刃工具刀比普通的单刃刀更为轻薄，切起东西来会更加快，追求锋利度的小伙伴可以考虑入手这款。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双刃刀虽然锋利，但因为薄，刀容易偏斜，不好控制，并且不适合新手使用。世木三件套刀具套组，产地中国。世木是日本的厨刀品牌，刀片均由67层大马士革高碳不锈钢片和日本 AUSTON 超级钢制成的切割芯精密锻造而成。为提高刀钢的强度、柔韧性和硬度，需要将其加热到1000摄氏度，然后冷却到200-300摄氏度。这种处理可以使刀片具有极高的耐用性、耐污染和耐腐蚀性能。这款三件套套组包括8英寸主厨刀、7英寸三德刀以及 3.5 英寸削皮小刀，更适合作为小家庭入门的刀具。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Costco 厨房用刀盘点啦。小伙伴们有在 Costco 买到过什么好用的厨刀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如果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个赞并关注我们的频道。咱们下期见，拜拜。